恭喜 DCW 77530送的魔幻乐园，恭喜这兄弟啊，恭喜恭喜！这把刀应该挺屌的吧？我当时买的时候，这把刀好像我就买的很贵。恭喜国服第一渣男咪咪，你妈怎么全是乐园？好啊，宝贝们！我操！呀，女刀锋太他妈变态了呀，二姐！哇，我他妈这么多血都没打过他，被失血反杀。呀，他的 Q 技能克我能躲我 W 第二段，我 W 的时候不能闪现。此刻，哦，好难受。哦，好难受啊！这把他妈炸了，开局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可以了。死哥，死哥。呀，老子炸了呀！这把。打女刀组不了 W， 我发现了，必须要组 Q。这技能中不了他，他一个 Q 就躲我 W。哇，我阿文打女刀好吃亏啊！他 Q 技能必躲我 W， 我 W 要最后一段喷到身上才会给他递加那个什么易碎效果。但是他 Q 技能可以直接 Q 到我身后，我 W 只要他会玩，我 W 是永远中不了。哇，太夸张了呀！我两个布甲，还他妈有鞋子，跑不过他。哦，没了这把。没了没了。移速又快，这个英雄。难玩了，这兵线又是回推线，玩他妈臭臭。这无念推过去，他升六。
不升六这也随便杀我，叠五层被动 Q 一刀就死了，不当人的这把，这兄弟大剑，这把只能抗压。只要一到就死，我得找机会了。这把游戏叫做一中就死。好，但是他现在以为我们打野在。开大要清线呀，这波清线他妈也没人来帮我推线，这波线要被控到死，就必须开大清线。哇，太难了。太难了这把。赶紧推，不是这都是发现的吗？吐了，真他妈难玩，上路没闪。哎，玩不了了呀，宝贝们，这把。这把感觉可点，可十五。这怎么玩？这把没了呀！这上路你妈随便打了，这人已经。都破败了。他这把出破败就这么玩，就是有优势之有优势之后想滚我雪球呀。假装后面有人。
没有一点各种知道吗？你要是迷路理解我，快点飞了。啊、哦，太难了。恭喜这个 DCW 啊，恭喜这个水友啊。帮我赶路去啊，上路高点，快点，我尿尿去了，快点。要不要出个大件吗？这不是在走吗？要我赶吗？零杠六，嘿嘿嘿，哎呦！玩不了了呀，这把没办法。现在来没用了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现在没用了，太晚了。呀呀呀呐呐呐呐，玩儿哩嘛，就是真的玩不了呀。这把应该超鬼，好吧，应该要超鬼了，这趋势太难了。他们狠毒一点的话，可以直接来越我，知道吧，就控一波线，然后死哥绕后可以直接越我。太他妈难玩了呀！白推塔还是不可能的呀，宝贝，白推塔是不可能给你白推塔的呀，兄弟。都去上了，我不信。三个，都去了。被砍的动弹不得，这个砍的有多痛，你知道吗？你无法想象。还好我不值钱。他们打队来抓我其实是很亏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不值钱，只是女刀锋这把很肥，但他没出三项，他出了这种装备，这把要靠我们 AD 杀他，这打不过呀。你们别去抓他呀，来杀他们呀，要抓他早抓才有用啊，现在装备成型了，来干中路呀。
没办法呀，这种局。洗碗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，赶紧屏蔽所有队友。然后牛奶点个 FF， 你来点，我战绩差，我没资格点。恭喜国服第一渣男啊！恭喜喝酒打女人，恭喜大香蕉啊中的乐园跟魔法棒。呀哟，有个老六不投，妈的！啊，是真难呀！这把前面失误了，失误之后就被滚雪球了。我本来前期觉得我是必二级是必杀他的，但是这逼英雄 Q 技能克我，可以躲到我 W 后面去。流量想赢，但这把真难，很难，只能打团。就我们只能打团，这女刀锋带线我是处理不了的。女刀锋带线我处理不了，只能靠打团。女刀锋就看女刀锋不来吧，我们找机会。女刀锋不来的时候，我们看能不能对面浪啊什么的，看他们给不给机会。这里我可以开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直接给大，流浪直接给大呀，呀，我裂开了，没了。女刀锋不在的时候，就只能我们开团呀。这种时候不打团就没机会了呀，女刀锋来参团就他妈就是爹了。点了，这把是真他妈太难了，我操！太他妈臭屁痛了呀，兄弟们，太痛了呀，我操，哎呦，没办法呀，这把给滚雪球呀，我也没出去浪呀，我就基本上就站塔下呀，站塔下，但别人装备太好了嘛，也可以宰我呀。我这把都基本上都没对线，都没去换血了，前面劣势之后，那死哥又来了几波，就没办法了呀。关键是，哎，就很烦，就打他这种英雄，对面出那个。对面出那种智慧默认的，对面出智慧默认这种滚雪球的这种装备，
智慧默认，然后什么破败这种滚雪球的，我肯定需要人帮的，就那么劣势之后，但没办法，真玩不了。兄弟，别，千万别，打不动他，他魔抗太高了。还好吧，这女刀锋不是特别强，就还好。这女刀锋不是特别强，如果特别强的话，就怎么说，就感觉还挺裂开的。1000块，肯定他妈1000块呀，兄弟！然后这把想到了，呀，我兵线带不出去，我只能他妈在下路。我出去被逮到就死了。呀，我只能当塔之子，他妈塔之子都当不稳这把。滑板鞋来，哎，有机会，溜了溜了溜了，先溜为上。这样给机会啊，对吧？值钱了！快跑，爹来了，爹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！值钱了呀，宝贝！来给你打件装备，算了，不给你打，我给他们打，给 ADC 打吧，这把只能靠 ADC 杀他。他没有，有一个破败。对他们没，他魔抗太高了，要靠 ADC 杀，我给 ADC 打装备这把，给 AD 和流浪打。呀，这把才是真他妈的穷呀，什么装备都没有，我操！在九层这个塔感觉要放呀，等他们来突呀，等他们来突，我们不能进去啊，等对面突呀。
Kill the fucking boy！ 呀，你们退，我守下路线。这两个女刀锋打团送的厉害，兄弟们！现在就怕这逼有 TP 来带线，只怕这个，他带线处理不了就很烦。我赶紧出装备，我要在塔下能守他，不然这把还是难。这波回家 all in 出装，龙龙龙，别去了，别去了，别去了，打龙了。把死更阴了，这波小龙可以拿，不让他们打龙魂。呀，这波 all in 了。白字天书十五级。我回家补那个补法穿。现在就怕这女刀锋来推我，他他妈可以越塔杀我，就怕这个。团就打赢了。不要刻意去秒他，你知道吗？就像刚刚那种，让他们他妈自己上来，我们去秒他们。我们硬去秒的话，我们必炸。他们这几波都打得太勉强了，他们才打不过的。我看到了。这把没有资格出兵权。呀，给他敲一剑，肉一点，别被秒了，兄弟。没被他开了。秒我了，技能全掉了，女刀难道没大？雨大难道没大？都没啊！难道没大？啊、nice， 勾引成功，兄弟，这波男爵，我有 TP。没打，没打，没打。雨大没大，雨大没大刀。难道大刀快好了？难道 CD 大刀快？雨大现在大刀还很久。他妈还有个死哥，等我来。呀，勾引成功了，我操！我操！有个死哥，他上面有果实吗？有果实。有果实，有果实，有果实呀！有果实，别打，别打。有滑板鞋，有滑板鞋。我没有滑板鞋。装起来了。哎呀，你妈批喜欢他妈的出破败，我日捏个！没闪着这个逼，来，直接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我日捏吧！哇，这把的队友真的还挺顶的，哇，打了这么多天，我操，第一次遇到这么顶的队友。还要个流浪，没点投降，你知道吗？想赢。可以，牛逼！哇，是还是有东西的呀，顶起来！修住，让你妈喂！哇！一波！我操！英雄联盟这个游戏还是神奇！翻，你能想到翻盘吗？这把？他们给机会，那个男爵偷的太漂亮了，那个男爵偷的太重要了，不然就真没了。他们如果早点去打龙，我们是必输，对面浪了。